叫多第一餐 KYK 之後呢就排隊啦。其實啲人呢排隊呢係已經攞咗號碼㗎，成十幾個號碼，我哋喺我哋前面等緊。喺呢度咧就系伊斯丹纳 ，Let's go！ 我哋今日 check in 嘅 room 系四五个，入咗马噶啦，电视机，饮茶机。两个单人床，简简单单窗口位，咩嚟噶？哦，隔篱嘅 bag，OK 冇嘅。呢一忽咧就系电视机，同埋啲茶水间。冷氣吊三個孔啦，咁就要熄燈。所以我哋去廁所睇啦，廁所依然係好乾淨，啲貓尿盡有啦。我啲conditioner shampoo早晨啊，早晨，早晨啊，京都，而家咧喺 train station 去紧一个神秘嘅地方 ，MRT 咧 train station 而家喺train station 好多人，大家喺度等紧火车去翻工。之後咧有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 platform 吧。應該同新加坡差唔多吧？我覺得比新加坡少，新加坡已經換曬人咗呢個 platform， 還好還好。可能是因為這裡有幾個 platform。
我哋到啦，好 summer 啊！今日 summer 到不得了啊！呢度咧就先我哋嘅巴士啦，呢个咧就系入口啦。啊，有船，行啊！我跟你。西北寫字車就是那邊，巴士北的士就在這裡。我哋入地嗰个 main 嘅馆，打算喺度食嘢啩，食食面包，佢有好多人，所以系一又拉埋啲馆入嘅。之后咧，在上面应该系食嘢嘅地方啦。呢个应该系佢哋出产嘅嘢吧？顶！哇哇哇哇哇！
顺便噶？顺便去食夜晚茶。我們上去看看有什麼吃，哇好漂亮，有半袋的 coffee bean， 跟著袋食物晒吓，你一阵间你可以出去。
去啦。走保護微信你經歷你撲落去又沒